大家发公屏了，对吧？欧哥，你可以直接邀请我一起拉群。OK。不会记恨我吧？哎呀，刚才你们 ID 是多少？再发一下呗。我叫娇羞小猫，欧哥。好的。我发娇羞小猫。我是开玩笑的。这个皓月天边雾青莲是我这期咋个 OK 是对不我有你好友啊又啊我来了biu biu 那天跟布布玩大乱斗我们连输四把哇这么刺激吗这是假的布过去我觉得对面阵中需要你那天我们三猪合璧没输过我巨强真的假的我巨强我皎月雪 C 不出征了真的吗晚点再出征吧大家都在这儿一会儿都睡觉了一会儿睡觉我们出征今天出征搞点别的 OK 怎么说我们怎么分辨猴哥怎么分辨你带一对呗我带一对吗可以选还是每边都搞点新手每边都搞点新手对对面有没有新手啊现在我新手 OK 行随手P猪在哪里还可以随手P猪在我们这儿啊不对我一杯豆就倒在我们这儿随手P猪没进来对P猪还没来P猪人呢P猪人不见了稍等一下随手P猪更新一下很快很快 OK 我这几天没回来英雄联盟更新了一杯就倒是同就到马德稍等一下真的假的一杯就倒对面两个六百级真的假的六百哪里哪里六百等级不能说明一切等级说明不了一切哎呀等级说明安排了对面轰轰安排到我们这感觉好感觉非常我真的强猪猪我真的强你信我我铁强猪猪别信你信我我挺拉齐的同猪你直播间掉了吗你看看他们有人跑来说你直播间掉了对我以为我连上来了但是我没有我还可以自言自语 OK 有点捞我们这边三个荣耀黄金四可以对面五个没有段四个没有段位哎，气势就绵羊直接绵羊相信我九爷没事等一下输的时候别哭就好了我们都没有排位 OK 拉奇是哪个 Lucky 吗拉奇是哪个我是 Lucky 哦看到了哎，怎么进来了几个不认识的人这谁啊假动作认识啊弄密码的吗没落呀应该没有吧没落密码呀对啊我是 YY 把清屏了之后我才点出来的我也没有漏哎猴哥粉丝猴哥密码了吗猴哥粉丝猴哥都转三了我猜的猴哥我看下午才猜的还行改天了猴哥这不给猴哥上点过个星别走把猴哥五星过了再走怎么回事有个你的粉丝哎跑了还跑了过五星的头啊喂这也能猜出来啊哇牛啊他们很了解你哇太聪明了吧、哦、真的牛这都能猜出来那怎么说随手批猪在我们这边吗随手批猪能不能猜一猜猴哥的银行卡密码六位数我猜六位数我也猜六位数悄悄的来我这边告诉我我猜有个一让轰轰过来 OK 那谁来我们这边我马上更新完他在安装应该很快不用下载啊又有个水友进来了重猜对一个重猜吧怎么又啊怎么完了我就真的是猜出来我不信有第三个人能猜出来我不信能有第三个人我也不信猴哥你的密码好像确实很好猜有点简单哈确实但我也不信能有第三个人进来来再猜吓我一跳应该没有第三个原来是步上来的
哎，布布怎么跑过来了？你不是要去对面吗？那个给轰轰疼那个位置，不不不也很厉害的，不不在对面，对面铁营开盘了，哈哈哈住住，完了，你哎，我先奶一口，得到了猪猪的肯定，真别奶吧，开心。不是你们正格在给我画、哎，没有第三个，第三个啊，又来一个，换一个 ，OK OK， 可以换一个复杂一点的 ，OK， 换一个什么？换个什么？我换一个房间，换个房间，换个房间， okay, 这回不可能的，这能给猜到？哎，只能说，哇，猴哥太了解你了，猴哥，要不然他们也不会猜，这么简单的谁会猜？这回他们肯定是猜不。猴哥，这时间这个时间你有时间，你不来一句啊？不来个那个什么《剑心奇缘》？结束了，剑新剑奇缘了。哦，新哦啊，变了吗？新、哦，不好意思，没变，不要念错名字，老板可能会找我。哦、谢谢兰陵笑笑坤的冒名城堡，谢谢给个不不不，对对对对，哦哦哦。还有一分三十秒，我在加你们，但是我的好像满了，我的请求满了。我举手，把好友都加一加。啊！耶、yeah? ，我们少一个。哎，还有谁没进来？红红还在更新吗？不是，哦，少两个，少两个，四十秒，四十秒，四十秒。拉我一下，拉一下我。我换房间，我拉你。嗯。兄弟们，一星挑战任务差个超级火箭，说是还有八分钟就结束了啊！两星挑战任务，有没有兄弟给来个两星挑战任务？谢谢兰陵笑笑坤啊，泡芙城堡啊，感谢。有没有老板给来个超级火箭，就能过一手两星挑战任务？我让他们给我过任务，他们说要上才艺，不给我过。我们这边铁叔真的假的？轰轰，快点 ！OK， 正在上线，正在上线。真输吗？铁叔会吧？输不了一点，你们那边？我们这边要说什么？其实还好。为什么说我们这边要说？我们这边哪几个人就在说要说？你们那边猴哥、铜珠、猪猪、拉奇。那为什么会说啊？你们哪几个虾兵蟹将？行，哇，最大一个坑，你们哪几个虾兵蟹将？谢谢大家办卡，还有来报上名来，来者何人？对面五个，野猪九月，不不不，野猪九月，七仔仔，还有个李仔仔，哼。谢谢精神罗马人的风车，青铜。谢谢精神罗马人，不是打的就行了。这个不是这个没玩过，猴哥，这个我这个你厉不厉害？没事没事，我来。玩这个吧，完了我来，我来，会啊，我来。谢谢尼克斯，让你们见识见识青铜四的含金量。你信我啊？我不能你信。谢谢尼克斯，为什么这个？哎，这个符文天赋怎么没法改啊？换这个。我们这个阵容真的是 你换一个那个天赋页，换一个天赋页、啊、都想要我的女警、嗯、不是不是猴哥这个召唤师技能也没法改，是为什么？我想玩一宝贝，怎么为什么？我来我来，有没有人会玩我这个？谢谢地剑幻神的飞劲，谢谢欧阳锋的飞劲，谢谢尼克斯弗利皮的飞劲。我们这边要下跳吗？可以，我们去，我们去哪里？我去上面那个爱心那儿吧，要不爱心那儿，我一把没玩过这 OK OK
不是符文的问题。挖掘给。我是鼠标点到这个里面没法动，这个引燃没法动，你看到没？卡 bug 了。对啊，卡 bug 了。谢谢擦。我是悲伤芭比。OK。我不是，我是悲伤芭比。还剩五分钟了，兄弟们，差两个火箭，我们能完成今天两星挑战任务。猴哥他们说让我出肉，我出肉吗？哎，猴哥，我这个征服者带没带错？你玩征服者没问题啊。你玩的，哎呀，卡萨丁啊，猪猪，这不是我卡键了。卡萨丁，真的假的？卡萨丁，他们说九月是青训的 AD， 那应该也有点东西。卡萨丁出是的，那天跟也出九月跟同猪我们六连胜，是的，没说过。猪猪，这个时光之撞吗？是万事催化那个还是守护者法？流浪法师出什么你就出什么。哎，我忘了我要出个啥。流浪法师好像是守护者法球。不不不，流浪法师是女神之泪。哎，对对对，这对了。卡键了，这对了，这对了。星之钢，我记得我上一次玩这个呀。这对这对。我按一个键怎么弹？我按一个 table 弹出一页 table。坏了，我不知道，我要看一下技能。哇。我也得看技能 ，QWE。是真的，是真的。我按不了 table 了，我按 table 一页 table。我的 Q 咋用啊？都在草里头。哦。怎么回事？随手皮猪。嗯。而且我切不出去，你等我一下，他们让我把 Q 一页。看不明白呢。谢谢老马加赛姆球进袋。我去，熬夜波比是吧？哎呦，他们控制力有点足，说实话。没事，问题我直接换个键盘，等一下。暂停，暂停，暂停。怎么暂停啊？暂停，暂停，跟他们说暂停。咋了呀？随手皮，随手皮猪键盘坏了。我按一下 table 就变成这样子了，这是为啥呀？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我很习惯按 table 的，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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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赛，我是打字，打字，能发打不出来，说是为什么？随手劈猪，键盘坏了。哎，不是，不是。我日他哥，游戏弹出去了！哇，差点！哇，伤害太低，这不公平！重赛！不公平！不公平！重赛！重赛！重赛！跟他们说一下，跟他们说一下。你打字他们看不到，猪猪打字能看到啊！我打字看不到，这个哦，能看到吗？我按个 ESC 直接游戏没了，点所有人可以。猪猪这刚才这句话，我没法打开我的游戏设置，怎么办？哇，跟他们说一下吧，说一下就行了。说一下，直接怎么重赛啊？怎没法重赛？像啊，你们先热一下身。OK。好好，你先调。热一下身，我大退一下。好嘞。我都找不到他们 YY 在哪个频道，说实话刚刚切出去找了一下。谢谢凉风起兮的背。我还换了个键盘。我们趁他们在那重赛的阶段，我们直接上好不好？等一下啊，木乃伊多少六？我差经验差三分之一。好好好，先推线啊，先推线，等你六了我们直接上好吧。好嗯，打他们一手措手不及。快了，这波兵补完应该六了。好，好。对，这几个兵补完，我不会发六了，直接舔他，舔他垃圾。我去找他们。重赛，重赛。哎，完了！我先暂停。
啊，这 R 怎么不好使呢？失败了，失败了。正好这个卡萨丁不会用，直接重开得了。哎，失败了，摸不到人。OK OK。但是我们不让投降。哈哈哈哈，快投，丢人丢大了。不丢的，不丢的，我来了。我觉得这把可以打呀。我不丢人。等我一下。我还没出出来，就叠不起来了。四。不要，这没死啊。差点。杀起来，不要管那么多了，哎，直接就杀吧。哎呀，我死了。这个塔，皮城女警，好，哎呀，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 Q 都空了，那怎么办呢？心闷了，心闷了，为什么呢？投了投了，投了投了，下一把，下一把，下吧下吧下吧。嗯，我猜是因为键盘呢，肯定是因为轰轰键盘坏了，害得你也坏了，双心累了，心累了。行，乱了我的心智，偷回来没？哎呀，他人没了，轰轰人没了，没了，轰轰掉了吗？轰轰人没了，哇，这个心动学院好好看啊！有谁呀、啊？心动学院吗？哦，皮肤吗？可能是哦，他重启电脑去了。哦，好看。哇，女警这个皮真的好看。是的。嗯，这不买一个？阿木木这个也不错。哦，阿木木这个不错。阿木木不早玩。可惜。哎，是挺好看的，是情人节新出的嘛那款？嗯。原画还可以。但是这些英雄我好像都没有，白搭。白搭。可以先买皮肤再买英雄。对，先买了皮肤就有力气，买皮肤那也行。不能买，那也行。没英雄你不能买那个皮肤。不是，我可以哦。之前不是双十一打折，然后我还没那个英雄，我直接买了他皮肤。你是在掌模上面买的吧？对对对，只能在掌模上买。对。掌门。掌上英雄联盟就是掌门一个 APP。掌门。我知道，我以前玩过云顶之弈。掌门。哦。嗯。还玩过云顶之弈呢，猪猪。是的。玩，然后没玩明白都不玩了。哦，来了来了。电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了，建议随手皮猪来一波训练模式看一眼。哦，不用，我已经试了，我的 table 键没有问题了。现在 okay, 现在按下 table， 刚才我按下 ESC 直接退出游戏、okay ，按下 table 直接变成那个就是整屏切换，密码在公屏，屏切换，就是整屏的切换，不是可能是浏览器的串通。云顶教父，曾经的兰陵汉。云顶教父，水手皮猪，邀请一首。水手皮猪正在上线，水手皮猪很着急，非常的焦灼，非常的着急。密码在公屏。OK。我直接把停开了。他们说你卡 out 键了，红红。是的，他应该是卡那个键盘的那个 out 键呢。但是我换过键盘了。等一下。我进来了，我进来了，我进来了！开开开开开开，捞不富，捞不富，这把开始正式作战。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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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有这么多的人情世故啊！不跟你们嘻嘻哈哈啊，这把。嗯。哦，熊猫，熊猫，这个给我，熊猫。什么是熊猫啊？我在 OK OK。早月，我这个课练还行吗？你这个，你给我吧，我刚玩了一把了。我们上去那个星星按钮。我们
我们上什么上去？青钢影。两个都不。青钢影他更不会玩了。不过可以尝试一手。青钢影是刺客吗？是战士。青钢影是战士。肉吗？哎，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来吧，来，可以，没问题。来来来。需要操作，我只记得他勾墙然后打人。怎么我们这边的英雄老是这种？提姆队长，那个随手劈珠的技能可以改起来锤。哦，我改成疾跑还是什么？雪球，雪球，雪球吧。提姆给拉起玩吧，拉起你会玩青钢影吗？雪球，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我应该玩不来。可以，我也不会玩，咱俩就将就吧。行，我就读他。我这个一有二段吗？啥玩意儿？克烈就是克烈。有啊，有二段，有二段。打到人了，有二段。是啥？二段也是直接往那个人身上冲，锁定的。哦。提莫队长正在送命。提莫队长。哦，随手劈珠出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假修，假修，想让我出肉呗？假修不是想让你出肉，你也可以走一波输出，可以来个暗爪，看你。OK， 放心交给我，没意外的，猴哥。猪猪，你这个出为死又变强攻，分离者。本来应该出个 AP 的，开始药光生命药水还是常见啊？那现在得要出个啥了？出药光。当这个游戏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是我方拿下胜利的。神圣分离者，我还想出那个 Q， 怎么办？我先传过去了。有啊，有，译过去。抠一下，然后等一会儿，二段抠 W。好，他那个抠要按第二下，就是等一秒之中，一秒钟再按第二下，这样伤害会高。完了，技能全空了，好烦啊！去了。完了完了，技能全空了。哇，可以啊，猪猪。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啊。这能摁出来？啊，我摁出来了吗？有个男枪，有个男枪在草堆里。摁出来，我一。好高。好帅。快。W。闪电。他等一下我。哎呦。哦，到他。Nice， 甚至都没有打到他。我去，必要对墙。哦，他只能拉墙啊，对对对，只能拉墙，然后踢人。也不用。OK OK。我操，咳血不行，顶不住啊！我感觉我这个假修好像不是那么的肉啊。我来了，还没出来呢，你假修。就这个，我前面说的这些装备，感觉全是。哇，有点难，我去，手太。嘿嘿，不说了，认真战斗了。大小面具冰杖法穿，可以戳男跟女的。看我各位的，看我各位的，看我各位的，看我各位的。哎呀，哎，给我碰到了。啊！先杀杀米了，来，先把这个没血的杀了。OK。OK， nice。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死了，没事，我死了，没事。我没血了。我要帮你们打一顿他，我要帮你打一顿，你们往后走。加油，加油。不出意外的话是不出意外了，不出意外的话是出了一点意外。哇，对面这个男枪是谁啊？我要怎么再坐上马呢？打人，出个人的打人就可以攒怒气。哦、行啊，我也太脆了吧！我这也太脆了吧！我这个怎么打、啊？是有点脆，你得出分离者。这个、调到了就行。那个是战士。好。会的一、啊、感觉我这个我现在开始不会再送一次了，再送一次我就是猪。 OK OK， 好的猪猪，好的猪猪。 OK OK
别着急啊，别着急啊，等我看我有没有机会抠到一下。完了。喂。不行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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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我那是那是。我又被控住了，我这个，哇，他们感觉好多控制啊。嗯。又有个爆炸输出。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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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了。投了，投了，这么快就投了？道具是验了。Okay. 我带头大哥。我那我必须悄悄点否折磨队友。火车侠，火车，哇，起飞，可以可以可以，我来扛，我的大招有啥用啊？大招可以锁定一个人，那个人出不去，什么量啊？哎，你说我来扛着把这个人杀了怎么样？可以，这能不能杀？我觉得我来扛，我来扛，我来扛。哇，我没得半条血，我还能折磨他，我还能折磨他，完了完了完了，全死，我还能帮你扛，同桌你先走。哎呦，我走不了，我去送了。这沙米拉，我杀了一个，进步进步，太好了，无敌。这沙米拉，这个赶紧把这个。二段对着人眩晕 ，OK OK， 懂了懂了。我练一练。沙米拉，这个地图有点厉害。你说这大招放的晕不晕嘛？哎呀，没搭出来，你杀这个！太脆了吧！对面那个娇羞小猫也太强了。娇羞小猫还在输出，还在输出。娇羞小猫还在输出，还在输出。已经打了很多输出了，对吧？又是芒果，他老是芒果。伤害太低了，出了星之钢魔法打我其实还好，算了，出个水银血吧，连一下控制。耶，好啥？打不动他。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这里有个人。好预判，好预判，往后退退，往后退退，先把兵清一下，先把兵清一下。大爷老师跟我清兵。出这个吧。OK OK， 我译一下，先译一下，再对着人译。然后晕，好，我感觉可以搞一个圆弧，没 A 出来那咋干呢？总感觉我们这输出好少，你知道吗？嗯，我有大招哎，没有 AD 我们家，嗯，我感觉可以，我先译一下，再对着人译，再来个大招，好好好，好的，能抬。但是没啥用。转我那个火车头，我被致盲了。哎，为什么感觉我们这么多伤害打出去了，人没死啊？因为我们没伤害。是的。我们这个阵容没伤害吗？没有啊。没有。有伤害的话，我知道为什么了。冲进去，王拉奇不说话。不是、啊、我伤不了啊，他只是一个小提莫，你看杀杀杀杀杀，好杀，剩俩，三个还在杀，还在杀，再来一下，丢了，我来吧，好双，大爷老师还能打，猴哥来了，你放心输出，大家，一丝血拿下，我就不过去。Nice， 出红了。我已经完全掌握这个英雄怎么用了，现在开始，可惜没什么用了。我要出、啊，我以为你要一并超，后来了一句可没什么用了，现在。哎，这个该对面伤害有点高。要杀这个，我只能先砸他一下。这个我能撵，这个我能撵，等会我能撵他，我还能追他锤。我还在锤他，我还在锤他。娇羞的小猫没血，全站一块儿。娇羞的小猫一滴血，这里这里就一滴血。我把这个出了，攒得好慢啊，这心脏。哎呦！啊，一个星云。不
好杀。不不不，我感觉我要再肉一点，我要只要我能顶得住，他们其实是能输出的，就是现在我还不够肉，你等我再肉一点。嗯，补个肉，补个啥肉呢？耶，像他这种，你看他打我一套，其实对我来说不是很痛的。是一个小 team， 只能减速啊，我晕不到他。第四，可惜我应该放大招的。哦好 ，nice， 猴哥。OK， 好打。猴哥，火车侠来了。好，火车侠，火车侠还能支援你，火车侠还能支援你，火车侠还能帮你输出。死哥要爬了。火车侠还能帮你输出。哎，不行了，推不上墙啊！他带个虚弱，你知道吗？好恶心啊！就是、啊，还带虚弱，多想赢这个人。喂，嘿，来接个 Q， 再接个大招。是不是害到猴哥了吗？好，再接个 Q， 再接个 Q， 我来了，再接个 Q。好，剩他一个。打不动，怎么说？我能帮你扛。哎，有机会感觉。打不动。我来了。现在降的。哎呀，可以。我还能帮你弄一下这些后排的人啊，我能帮你一直赶他们走。还是出个铁板车吧。哎呀，不好杀。真不好杀，没到呀。在这种环境下，操作角度下来之后没有打。呜呼，送了！有个墙还行啊，没有墙。好拿，连招。对了，可以。虽然第一次玩，但是只要学会连招，下一次操作就是无敌。这不叫碾压，应该出水银血的感觉。问题出在哪儿呢？吼吼，问题出在咱们的阵容不好。阵容不行，我们的实力很高。对。毕竟这么差的阵容能赢一半、啊，我操！先上沙米拉。能送过来吗？哟。OK， 先上沙米拉，先上沙米拉，没事。其他人都没事，其他人都没事。接一个 Q。先上沙米拉。先上沙米拉。沙米拉，我一直打沙米拉，我要打那个，哎，我去打那个男枪了，我去打男枪了，一滴血，还剩一个。可以。哇，牛！我先清个兵。对，你慢慢来，你不着急的。我得出个那个啥，是这个。刚才用 DF 不是也死了吗？还不如直接不用。好。我死一波。可以死一波。我死一波。我还在出肉，没事，我还在出肉。我这个怎么清兵啊？用什么技能清兵啊？用 Q 吗？嗯，这也能下单吗？好死，把他们血吃了。来，往后拉，不打，往后拉。等猴哥来了，我们一起先打这个人啊，先打娇羞小猫。我分配一下任务，先打娇羞小猫，后打皓月半边天青布青莲。好，好吧。好。往后拉，我当肉鳖，我来卖。你好像没我强。啊，这样了吗？不急啊，这都是小问题。嗯。好，不重要，兄弟们，没事，放心，慢慢来。你看他们敢来吗？然后等大将复活，好，元帅来了，听猴哥指挥，现在开始。OK， 我还八秒。猴哥一声令下，不急，我也不急。那娇羞小猫有个那个啥，有个风墙。哎，等一下，让我先上去恶心一下人。主打一个丢盔卸甲，我先上去丢盔卸甲啊，先让敌人的防备心降低一下。啊，给大家跳一段库卡伊给大家看一下。我一次，我哎，你是我的宝贝，哎我操，没法上的。嘿哎，你是我的宝贝，想你的滋味。开大了。啊，猴哥说上了吗？没上的，猴哥说上，我直接上啊！我要是他们不交技能了，哎，他们交了，等对消失，
来，直接上，直接冲，水手皮猪上上上！铁胆火车下来了，来了，给我大哥打没了，圈了！先打萨米拉，记住，先打萨米拉，先打娇羞小猫，娇羞小猫，我交不了，死钱了，点了，打不过，点了，要不咱们去道具之夜吧，感觉打不过，可以。不掉血，打不了一点，这种问题，这个英雄不好玩，几个英雄出来，我们看了半天的技能，又碎。这个沙米拉是什么呀？这个沙米拉，它是属于近战 AD。走了，道具之夜了，道具之夜，玩两把道具之夜，太捞了。这两把打的，说实话啊，没发挥我们对30%的实力，把把随的都是什么牛马英雄，都是什么呀？给我个从来没玩过的青钢影，就是阵容玩不了一点啊，阵容太好了，不只是阵容，我水平等，我不可能好吗？是阵容的问题，你这个阵容问题，这把只能说你们胜之不武，下次择日再战，可以再来，择日再战，刚刚不算 ，OK， 啊，还玩啊？道具之夜呢？道具之夜吧，我也关了。关了，下，择日再干。